清朝的雍正皇帝以勤政著称，他日理万机，终年不息，而且鲜少游猎及出巡，和历史上许多皇帝的作风十分不同。相传雍正总是亲批奏折，从不假他人之手，甚至忙到三更半夜才休息。由于政务非常繁忙，因此在他执政的13年里很少出过北京城。雍正13年时，他突然驾崩，由于事发突然，因此引起诸多揣测及猜疑。有说雍正是被侠女吕四娘所杀，也有说他是吃了太多炼丹药中毒而亡。不过根据清朝官方记载，雍正驾崩前两天即感身体不适，但依旧抱病上朝办公，不过隔天晚上身体啊就挺不住了，因此急忙将诸王大臣们宣至寝宫中，发布了遗诏。到了第三天凌晨子时，雍正魂归西天，留下了一片忙乱的亲王及大臣。雍正真正的死因已无法证实，但后世许多史学家认为，以他不眠不休勤于政务的状况，过劳死的可能性很大。你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看中医，我是张瑞玲。刚刚在开场动画当中提到清朝皇帝雍正，说他勤于政务，经常批奏折到三更半夜，即使在驾崩前两天他还是抱病上朝，因此后世的史学家认为雍正过劳死的可能性很高。这太过劳累竟然会导致死亡，我们该如何来预防呢？今天要好好来讨论。首先先介绍今天的两位来宾，第一位是陈望泉医师。医师您好。主持人好，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是艺人吕良慧。良慧好。主持人好，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刚刚在影片当中看到这个雍正可能是太过劳累，而其实现在在新闻当中也常常看到有人不幸过劳死，究竟在这个猝死之前自己都没有察觉到自己的身体跟平常不一样吗？是的，其实我们一般来讲说慢性疲劳症候群过劳死，其实它有一个阶段性，第一个阶段就是它先有疲劳，疲劳当然我们自己会有一些感觉了，那么紧接着它因为疲劳过度以后就会变过劳，因为你没有遵照我们的生活作息去做休息，那就过劳，过劳以后然后紧接着就会猝死的现象。在中医里面特别大，它就是因为虚损嘛，虚劳嘛，也就是说因为你身体的这个状况不是疲劳以后不是因为休息而马上就恢复，那这样就构成了就疲劳的症候群就开始慢慢出现。所以在中医里面讲疲劳，因为它是跟我们的内脏有关系，所以它跟什么有关系？有关系，当然跟了我们的脏腑啦、经络啦、气血的循环都有很大的关联存在。嗯，医师，我刚刚想好奇想问的是，究竟譬如说在猝死之前，自己身体会不会有感觉到，觉得已经是累到一个极致了？他会知道吗？当然我们要阶段性的，当然就是说疲劳的症候群，刚刚讲了，就到了这个过劳的时候，他当然就会感觉非常疲劳。但紧接到猝死，他一定会有相关的症状。不过这个症状就是在医生要急救的时候，可能都来不及，才叫做猝死。所以那个慢性疲劳症候群会伤五脏，对，没有错，严重还会死亡。没有错，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身体上当然就是五脏是一个最主要的主轴，五脏六腑嘛，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疲劳过程当中，你看一下，比如说我们要用眼睛呢，久视就会伤血，因为攻击眼睛的就有一条脉络脉攻击，一直盯着荧幕然后做什么，那当然就血液供给不足就会影响久视会伤血。那么久卧就是一直睡着你都起不来，那就伤气，因为你气就不足，所以你一直躺着起不来嘛，那你看一下，我们就久坐会伤弱，都坐着你都没有运动，血液循环就不好，会肥胖啦，那就会造成了你的内脏的负担就增加。所以你看呢，那个五脏里面就包括肺，它是主气，气不足，那心呢主脉，那就是血液循环要好，那么这个肝呢主筋呢，筋骨要好，肾要主骨啦，然后
那个脾啊，主湿啊，就是说主脾胃的消化功能好不好？所以换句话讲说，你五脏跟呢、啊，我们身体啊，这个身体的反应呢、啊，它有很大的关联存在。所以你当你疲劳以后，又把五脏的这个功能啊，又把它损伤了以后，那自然而然，当然这个命呢、啊，就闲在那个地方，随时有可能，主持人讲的就是有可能猝死的这种现象。哦，好严重哦。那我想问的是，梁慧，你的工作当中，你有曾经觉得很累很累过吗？有，我觉得哈，我个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更年期哈，更年期会引起疲劳吗？因为我觉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哈，就是早班连晚班，三天三夜不睡觉都没有关系。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如果我去熬一个夜，我睡三天都觉得。我好像补不回来，你知道吗？而且会觉得越睡就会越累，很奇怪的。真正我们如果要谈到疲劳，它第一个显现出来就是说你会有头晕啊，或是你记忆力逐渐减退啦、啊，注意力啊会有缺损啦、啊，或有全身会有酸痛啦、啊，或是啊你身体摸啊到处怎么会这边来肿一块啦、啊，腋下还有淋巴肿啦、啊，还有全身的肌肉啊都酸痛。那、啊、休息了两天以后，又没有恢复，或是说有些人会跟你说你是不是啊这个感冒啦、啊，然后全身酸痛的情形都没有。那你当然这个就是代表你已经有迹象是属于这个疲劳或是足向左向这个慢性疲劳的，这是第一个主要的关键。第二个主要关键当然跟什么有关？跟你的情绪有很大关系的。那中医特别强调的喜怒忧思悲恐惊，七个嘞，那这个跟五脏也有关系啊。所以你看你加上生理上的这个身体的结构已经、啊、受到影响，再加上心理上喜怒忧思悲恐惊又在你身上加上去，你当然这样就是心理生理都俱败，那这个时候你这样就步向这种慢性疲劳症候群的这个状况。中医有五劳的说法，也就是指心、肝、脾、肺、肾等五脏太过劳累。《黄帝内经·素问·宣明·五气篇》就把疲劳归纳为五劳伤，像是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是为五劳所伤。每一个人都会感觉到疲累，我觉得这很正常的。那要什么样的症状才会构成说是慢性的疲劳症候群？对，到底怎么定义慢性疲劳？对对对，当然这个是一个真相。现在哈，世界医学这么发达，对这慢性疲劳症候群还有各说各话哈。但第一个，当然我们一定要界定它，就是说你这个疲劳感呢，已经维持六个月以上。一定要半年以上啊！如果说这样的话，六个月以上，而且休息又没有办法恢复体力，那就是真的疲劳症候群。第二个就是疲劳啊，这个严重的程度啊，活动力下降啊，叫你做什么东西你就不想动，早上要你运动你也不想去，晚上要你中午要叫你去吃个午茶你也不愿意，那这个就是活动力降低一半以上。再来。没有其他的合并症可以解释这个疲劳的原因，也就是说你原因没有办法解释出来。不过我要强调，除了这三个以外，有一个就是你自己要感觉到你有没有肌肉的酸痛，或是你有没有非发炎性的关节的酸痛。还有一个非常重要，我特别强调，很多女孩子给我们看的时候会说，我这边颈部怎么有肿肿的，然后今天摸到腋下，腋下也有肿肿的，就是颈部跟腋下有不明的这种肿块或是淋巴肿，这个通通应该就是算疲劳症候群的一个迹象。所以刚刚医生您说的慢性疲劳症候群跟心情也有关系。对，那如果我像我的话，我的工作量蛮大的，有时候时间也蛮长的，那我可是我觉得我心情很快乐，我就不觉得它会疲劳啊。当我们呢心情非常愉快，做任何事情都觉得这个了若指掌了，那心情非常愉悦，那当然了，这个变为慢性疲劳症候群的比例降很低，这个就是心情上很好，也不称
不称为是慢性疲劳症候群。哎，很多人呢、啊、看起来啊，就工作都非常轻松愉快啦，喝茶啦，喝咖啡啦，看报纸，但是他们回家以后感觉非常累，就是心理上的障碍。那这一种就真的构成典型的慢性疲劳症候群。换句话就是说，其实慢性疲劳症候群跟我们的心理因素是占很大一个部分。没有错，没有错。从中医的理论来看呢、啊。情绪失调啊，也会损伤脏腑。例如，人啊有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如果变化太大，会造成脏腑功能紊乱，导致身体出现不良状况，称为内伤七情。医师，我们现代人很多人有这个慢性疲劳症候群的问题、我好奇的是，那古代怎么看呢？其实张仲景时代也是在我们距离现在有3000多年前，人家在他的《金匮要略》里面呢，他就有编列到说，哦，人呐、啊，如果过度疲劳啦，哦，疲倦呐、啊，他就会有虚劳症，然后甚至在杂病心怀有虚损症，然后我们身体的衰弱症，五脏都有很明显的这种分析耶，哇，这个是非常明确，所以早期就有啦，所以后来我现在把它应用到现在的这个医理里面，其实非常简单，早期人家就有分的虚损虚劳都有，那为什么会虚损虚劳？人家早期就分的这个症型不一样的一个情形哈、那你看他第一个说气虚型。什么叫气虚型？就是说你呀、啊，因为人哦，在时啊起能搞搞显道道，就以前都没有朝气，就给人家看起来就一点朝气都没有，然后两眼无神，然后嘴唇，女孩子最容易看的就是嘴唇淡白，不要化妆了，淡白，那两眼无神，然后手指有点冷的、啊、这种情形，然后握手的时候没有气力，这叫气虚型。那我们要怎么办？气虚型呢？中医人家很厉害，就讲到补气，补气他就用了，举个例子，用四君子汤，哎，滚煮的四君子补上去，生煮灵草，这只有四味药，那就能把这个气虚转换了。当你只有气虚型的时候，你吃了这个以后马上调理好，你就不会再步入过劳的这个情形。另外血虚型的，这个是女孩子最大的这种典型的症状。血虚就是什么？头晕目眩，然后很多女孩子会抱怨月经来的时候月经量少，要不然就是血块，那手足又冰冷的，然后那个看起来就脸色非常的淡白苍白，这种情形血虚。那这个像我们现在人的，如果手术完了以后啊，这个白血球啊，这个啊稳定，但是那个红血球数目跟血色素不足，就是血虚。那血虚其实现在早期人很简单，用四物汤啊，四味药而已，穷归地少就可以把补好。再来，我们就讲说，两个病后，有些说不是这两个可以概括，有阴虚型。阴虚型的，就像你刚刚提到，女孩子到了更年期的时候，口干舌燥啦，晚上睡不着觉啦，那然后晚上还会潮热的情形的，潮热完了还会冷的情形呢，然后喝水还会有不能止渴这情形，叫做阴虚型。那中医就有用那个滋补地黄丸，就是把你火气稍微做平衡。那阳虚呢，如果有气虚血虚，又到最后就有可能阳虚了。所以阳虚看起来就是精神非常困倦，四肢冰冷，天气还没有冷，他就比别人冷了。冬天啊，他就要穿很多的衣服，连啊夏天的时候吹冷气都要穿棉袄的这种情形。阳虚，手足冰冷无力，女孩子的这种月经失调，或是男孩子的这个男性的不孕症等等，或是就是说整天的都是这个懒洋洋的这种情形，都是阳虚型的。这单里面有用了这个寄生正气八味地黄丸，都可以来做治疗。杨慧，你觉得你自己是属于哪一种？我觉得我应该是血虚跟阴虚吧，因为我会头晕目眩啊。我觉得这两个比较是。这也是一般这个女性朋友最容易出现的典型吗？我真的很佩服我们现在女性朋友，职场里面很多女性都有非常好的表现的。那她们当然在职场里面，她很多女性也很有坚强的毅力，表现很好，回家又要面临家庭上的，她又要帮家里的等等的，所以啊，真的是她刚刚讲到血虚跟阴虚型的非常多。在医生的门诊当中，最常出现哪一型的病患呢？当然的，因为我们在
看门诊当中，因为第一个年龄的关系，第二个职业场所或是他自己的环境的因素有很多。如果以现今呢，在都会区里面，我看到最多的都是阴虚型跟阳虚型的最多。那我们这样讲，那阴虚型大部分就是女性朋友们嘛，除了职业妇女啦，或是他面临家里有很大的压力的，因为又是啊，到了五十几岁，可能又介入更年期的现象，所以阴虚型的特别多。那么阳虚型就很多男性朋友啊，就是老板呐、啊，或是他面临的压力的、啊，背负的这责任的压力啊，很多都是阳虚型，到时候回去也都能告告闲道道，然后在那边这个好像喝水无味哦啊，然后精神就很这个萎靡的现象，这个阳虚型很多。可是刚刚医生您说的说，像我们这职业妇女啊，最容易是那个阴虚 型，然后大老板是阳虚型、嗯。那请问一下，气虚型跟血虚型是又是哪些职业比较容易？那么气虚型的就是说你比如说好，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是工作的这个情形呢，比如说劳力比较多啦，或是说这个营养比较缺乏，补给比较不够，这就是气虚型的比较多。那再来就是血虚型的，像很多女孩子啊，我要讲这个血虚型，很多女孩子现在最什么重视身材的苗条啦，怕吃了很多会补上身的太肥胖啦，然后就是有时候故意啊，就是不吃一些其他的这个菜类，那当然就会。但如果只要营养均衡，这个都很少。好，我们知道这个工作压力大的上班族容易感觉疲累、焦虑、睡不好。这很有可能是慢性疲劳症候群，而究竟用什么方式可以消除身体的劳累，或者是改善慢性疲劳症候群呢？我们现在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担任新北市中医师工会益金金研究社社长的王资良，本身是一名中医师，因此对人体经络穴位颇有研究。王医师认为易筋经是最符合十二筋经次序及走向的养生功法，因此大为推荐。易筋经是古人流传下来的一种导引的养生功法，它不是某一个人发明的。我们东汉有一个医圣叫张仲景，他在《伤寒杂病论》里面有提到，如果觉得四肢至重，就是四肢觉得很重，就要用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四肢闭塞，就是说你要先用这些导引的方法，不要等到呢就全身都不通畅了。易筋经呢，它刚好有十二式，那它的这些动作刚好跟我们十二筋经的走向我们在中医里面有经络、有经别、有筋经，那筋经就是走体表的那易筋经这些动作刚好可以配合我们十二筋经的走向譬如说呢，我们的第六式叫做倒拽九牛尾式，倒拽九牛尾式呢，它是手太阳小肠经。那手太阳小肠经它的走向呢，就是我们的小指开始走外侧，然后经过呢腋下到背后，到背后的肩胛，然后从耳后一直到眼外角这些动作。那它的动作呢，它的动作在转的时候呢，就可以牵引到这些部位。那顺便呢也就会牵连到我们的内脏，因为我们不可能直接去运动到我们的内脏。为了让大家更了解易筋经，王医师特别邀请新北市中医师工会易筋经研究社的庄丰源老师为大家示范可以改善慢性疲劳症候群的招式。最好是整套来练，十二经络通通练到是最好。如果时间上或者是空间上不允许，我个人会建议先练第一式的这个手太阴肺经功法，委陀现取第一式跟第四式叫做摘星换斗式，它是足太阴脾经的功法因为肺主气和脾同血我们从气血双调来下手。委陀现取第一式，身体往下沉，慢慢吸气，阴掌，所谓的阴掌就是手心向下转到45度角，转阳掌就是手心向上，慢慢拉开，用按键往左右拉开，慢慢吸进来，慢慢吸，眼神跟着手掌，现在是你的体位最低点，
手肘下慢慢呼气，身体往上扬，慢慢呼气，手掌下慢慢提肛，摘星换斗式，两条大腿用按劲往内吸，两手内夹吸，脚掌抓地不动，转腰转90度，吐气，松左胯，两掌旋，劳宫穴相对，也就是手掌心相对，吸，转，闭气，一直在转，转推出去，也是体位90度，两个脚掌不动，收的时候松右胯，眼睛看左手，两手打平，吸。用呼气的力量把身体体位推上来，吐气。透过练习易筋经，可以让体内的气更为平顺，有助摆脱负面情绪及压力，让身心更为平衡。我们知道这个疲劳会导致身心失衡，造成慢性疲劳症候群，而适时的舒压才可以长保健康活力。不过医生，我想问的是，这个慢性疲劳症候群人他究竟有什么样的保健方式？第一个最简单的，我们现在就在头部，这个鼻子从这边到脊椎，然后这两个耳朵的连线终点就是百会穴。什么叫百会？所有经络集中精华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你就经常按这一个百会穴，要按压刺激，按压刺激，按压刺激就可以了，按压刺激以后要拍，要拍也可以轻轻的拍，那按压刺激让你这个头脑就非常的清醒，让你会通窍，让你晚上会灵醒。如果说你拍不容易，没有关系，你洗完头的时候用那个吹风机在这个百会穴把它吹吹，就是温灸百会的一个方式。第二个还可以按一个叫做内关穴，这个内关穴很好找。你看这样手，你举高，然后你用你自己的手，用三根手指头比了以后，这边有一个2寸的地方，你手用力，用抓紧用力，就两条筋的中间，这个叫做内关穴，三指在这个地方。除了穴道按摩之外，现在很多人还喜欢喝什么养生茶，那有什么茶饮可以喝吗？当然我比较推荐就是这个龙岩红枣茶啦，这个是第一个取材非常方便，第二个那么对我们身体上的这种这个保健啊或是养生有很好的帮助啦。今天非常谢谢医生，我们知道这个疲累是身体发出的警讯，如果半年以上你都觉得你的身心非常的累，很有可能就是慢性疲劳症候群。那以中医的角度来说，慢性疲劳会让五脏虚损，严重的话可能会过劳死，所以千万不能轻忽。而当身心感觉劳累的时候，不要一再的勉强自己，并且要学会适时的舒压或者是转换环境，才可以避免疲劳感一再上升。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宾，看中医，中医看病怎么看？我们下回见。